竹山小镇上这间传统制面厂90年来都做阳春面跟油面供应给在地面摊，几代累积的交情，客户非常稳定，直到第四代接班才发现小镇人口老化持续外移，市场缓慢萎缩当中，如果不做改变会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被淘汰，于是他以在地农产红番薯开发粉嫩缤纷日晒面，造型也变成人见人爱的甜蜜爱心，新的尝试让年营收翻身5倍，突破1000万台币，大陆港澳都想代理。五彩缤纷，非常粉嫩，晒面场上满满都是啾咪爱心，就是爱心造型一颗心，觉得蛮疗愈的。像我这样面这样去这样揉压它都不会断，都不会有碎裂啊。对，这个就是非常健康的面，这样通常 Q 度跟口感都非常好。身段软 Q， 十足萌感，完全没有传统日晒面的阳刚气息。90年历史的老面厂，靠着青春洋溢少女系红到海外去。其实像港澳跟大陆那边，其实就有蛮多经销商想要洽谈，说能不能就是代理过去或经销过去，做他们那边的市场。大陆看中的不只是花花绿绿新卖相，还因为这粉嫩美色，有着浓浓的地方色彩。地瓜面颜色是用红色番薯去做的啊，哎呦，这就是红色的番薯啊，吃起来较甜头啦，较 Q 啦。这酸碱较济吼，这酸较有咧碱，其他所在刚刚就咧看到红番薯。南投竹山一如其名，山地丘陵占全境80%，以竹笋茶山番薯闻名。其中台农66红番薯，面色橘红，直逼红萝卜，内心也是热情如火。它颜色真的跟我们一般在那个全家看到那种就是黄色地瓜的比较不太一样，对啊，比较红啊。哎，这内底有心嘛？哎，里面就是红色。这两只炸起来规条拢红啊。在竹山，红番薯多半加工成蜜地瓜底瓜酥，是小镇上的特色伴手礼。蔡明佑返乡之后，也从他身上看到自家面厂改头换面的新契机。想说我们要做产品的突破，所以我们在想说，可以加什么东西？所以那时候我想说，竹山先盛产地瓜，那我们先把番薯先加进去看看。蔡明佑是老面厂第四代，爷爷爸爸做的阳春面、油面，天天新鲜供应竹山在地40几间面摊，几代的交情，客户关系非常紧密，订单从来不曾大起大落，看似稳定的营运，却让蔡明佑看到潜在危机。是不会倒，可是你发现市场的空间越来越小，因为竹山的人口外移速度非常快，那这个外移的状态其实跟台湾的所有乡镇都是一样的。我即便再努力，我可能也会因为市场的规模而导致我的营运上的状况会改变，说如果不去做一些突破，我可能只会让营运的状态越来越辛苦。为了拓展市场，走出小镇，蔡明佑趁着做阳春面的空档研究橘红番薯日晒面，尽管不曾耽搁面摊的供货，依然成为家人争执的开端。你看我做面，我只要把面粉加水加进去搅一搅就出来，可你看我要从处理食材、削地瓜、蒸地瓜，你当这件事情每天要做之后，每天要做很多的时候，你就觉得很烦了，不需要花这么多时间劳师动众去做这样的东西。从新鲜食材下手确实添了不少麻烦，红番薯每一批水分含量不一样，棉花的质感也不带任何筋性，加多了面条不成型，少了色泽不红润，出奇经常 NG。面条晒完之后它就直接断裂，就你连包装机会都没有，它就变成碎面，非常的脆，它变成脆面，就它完全没有筋度可言，像你就发现一批一批这样坏掉，就发现很浪费啊，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啊，这么菜你爱它怎么又做失败了。调配比例不容易，家人始终不看好，蔡明佑却非常坚持，一定得趁着阳春面还有市场同步另辟新战场。它有点像温水煮青蛙，就是慢慢的，可是你会发现你的体质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可当你发现的时候，你没有任何余力去做改变了，因为你当你身体健康的时候，你要去做一些突破有机会，可是你发现你已经快活不下去的时候，你去做任何事情会绑手绑脚。生怕四代传承的老面厂在自己手上衰败，蔡明佑几乎是一年一变，除了换花色换食材，刚接到婚礼小屋订单时也玩起小心机，试着盘出甜蜜爱心，结果第一批试做触目惊心。刚开始学很难，要雕啊，要时间，又要漂亮，它要求的比较高。我被他打枪过很多次。一开始像畸形啊，反正是心室肥大，反正就是歪心啊。我会改装。看到什么？我改装要够傲啊！会改装够。我是爱傲。原本只是惊喜客制，但找到盘面的最佳流程之后，缤纷有爱的造型果真是人见人爱，虏获了新人的芳心。
可能在婚礼的旺季，一天可能会有十几对的新人去订购，对，代表说一天下来会有十几个新人接受这样的产品，我觉得是跳脱面条本身它是消费型产品的这个定义。让面条不只是主食，小朋友的手指面比照饼干，以可爱的模型压成迷你面点，小小的改变让全球性的卡通人物主动邀约联名，就非常开心，因为代表你的品牌都大家有看到，大家才愿意这样的合作，大家不会想象到他会跟 Hello Kitty 或史努比去做这样的联名合作，或他可以呈现出这么有趣的样貌，我觉得我在一直在挑战大家对于这个产品这个东西的定位，大家的想象力。曾经爸妈当面担心，总觉得守成比较安心，但随着业绩翻升五倍，营收冲破千万台币，终于放心儿子的大胆创新。形状这么多变的状况之下，它可以创造出很多价值。那我做出可以保护的造型，还是说元宝造型，它都会创造出不同的感受。那变成说，我们可以把台湾的文化跟我们的经验输出到大陆那边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文化的一个交流。即便位处静谧的小镇，尽管已经有90年历史，在新兴时代的手上，灰白老面厂不再暗淡，换上多姿多彩的样貌，重新打开市场的新局面。